弑母凶手大闹法庭，老公说：“老婆加油！”在母亲节前夕与弑母共犯争执中结婚的杀母凶手蔡晶晶有惊人之举。他两年前向母亲要钱被拒，竟和曾志忠联手杀害亲生妈妈，还再到海边弃尸。警方破案后，两人分别被判死刑和无期徒刑。蔡晶晶昨天又因三年前的强盗案被押到台北地院出庭，曾志忠以证人身份伺讯作证。老婆乖，加油！还向法官说自己是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好妈咪。法官见曾志忠只呛虾不好好作证，下令停掉视讯，看不到老公。蔡晶晶一秒就抓狂，直接判我有罪，不要再开庭了。她不断咆哮，试图安抚她的两名律师，还被当庭炒鱿鱼，整个庭讯被迫中断，法院将择期再开庭。众新闻台北报道。